弧形成背挂，挂臂后摆，躯体前翻成支撑，然后起倒立后上挂臂前摆后团两周挂，这是个一组的难度，这个高度不足，这个扣分。该环团180成挂，所以它方向转回来了。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。菲佩尔特他这道动作除了刚才有个一组，其他应该大部分都是 D 组。他支撑前摆后空翻成倒立，然后后摆180成倒立，然后是后屈两周下，但是落地很稳。